又迟到了是吧你啊，对不起马经理，什么对不起，马，会议室集合，开个会。哎，老板，你把身份证给我复印一下。不是，哎，老板，这不是你身份证。你，身份证收好了，怎么回事？来，好好来吧，好好拿着。哎，好，大家汇报一下近期的工作，看看有什么需要调整的。 马经理，你进来。没有，老板，我一切正常。我这边也没有，老板。老板，我这一切 OK。报告老板，我有问题。你给我换个项目组吧，我受不了这个客户了。这可能不太好办，要不你叫我爸给你换。啊啊！老板，你别太过分了。妹妹，我看你是有点过分了，你是不是？不是。嗯。爸。啊？这你啥意思啊，妹妹？ 不是，我是说，你叫我爸爸给你换。爸爸，老板，你别相信他，你们没，我的妈，太暴力了。我真的爱你。有你再叫一遍。